60元的进阶书给山竹。本期我给这个巨能山竹一本进阶书，直接到四阶啊，就自变了，可以追击禁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禁书大佬是怎么用的。兄弟们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巨人危机传奇模式，看一看能不能打赢。觉得能打赢的扣个一，觉得不能的扣个二。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啊！把僵尸的骨头都垫出来了啊！现在变身了，变成了最终的终极形态。这个植物禁术真是杠杠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植物我现在也可以升5阶啊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赢，点下一波吧。可惜他的休息时间比较长啊，要不然的话会更厉害。哎，很轻松的嘛，对不对？攻击力还挺高的啊。最后一波巨人了啊，兄弟们。你看这个淘金僵尸跳到屁股后面直接就变成一个骷髅头了，来个大招好吧，爽的一批呀。好的，感谢陪伴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点赞关注评论。